那你还要请我这个女的？哦，那个就不要了。那种连锁，然后我觉得不太好吃。可是甜不辣现那种都要现炸的比较 OK 啊。哎，它一般才20块，就是很便宜。哦，那还蛮便宜。不然现在有的甜不辣一份要30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刚好可以给你钱。没啊。都在你回家还不给你钱。明天要订，明天一定要是我订。啊，对啦，有你在，大部分你订啊，除非静文有想法。嗯，原来有不得。对啊。我超喜欢你在的，因为你在我可以不用担心吃饭。至少你们都会，你还会想到我啊。静文是都只会买自己。可是你没有猜啊，我差点想砍人，没办法。哇操！没有，我朋友的儿子被骗了，对。然后一个月啦，好像被骗了一台这个车子的钱吧。这个车。对啊，大概快10万吧。哦，可能不止，好可怕。我朋友是被当成保人，哦，黑手，领钱的那种。然后他不知道，他就想抓到那个人，所以就骗了。没办法，现在大家都想要赚钱快，钱来得快，可是钱不可能这样子无缘无故掉下来，他就利用你的贪心呗。像有些人会想说，哎，那个什么股票好买什么的啊，或者是我什么赚钱的门路啊，我都会跟我朋友讲，他假如有这么厉害的门路，干嘛不先让他亲朋好友先有钱，对吧？理论上应该是让自己身边的人有钱再说吧，怎么可能会哦？我有需要，我会乐善好施，然后给别人。那你至少让我看到你们家身边亲戚好友全部人都升天吧。你有办法营造就整个家族都是哦都很有钱，然后就是我只是认出来做善心的那种。有，就算有，我相信那个门路大概撑不到一个月就没了。中校啊，中校，对吧？中校下去，中校下去，然后带转左边就集美了，不是？对吧？中校啊，中校，哦，还有一座啦，好像走那个另外一边好像也可以到。那一座我就不会走，就走那个河堤防下面上桥下去。啊，那座桥我就不会走。哦，应该说我那座桥每次都想走堤防，都走到你家。对。
法，那些人平常太爱金了，一喝酒就太释放了。借酒装疯。不行啊，你的日子。我只喝一点点。没关系，我准备生命之水一点点。我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六日总是。没有排到，没有排到。没关系啊，生命之水一小杯就好。一小杯。一小杯。生命之水。我可能要请波鱼送你回家。啊，不用好啦，那个我叫波宇帮拿他的制服，然后带到那边，然后最直接丢到旅馆，然后明天早上就有制服可以穿。他要上班。他有。他制服可以有很多件啊，胖。对，叫他帮准备一件。他那个 size 应该够你穿。但是他的制服又还没换。对啊。他是为爱努力啊。你说是不是？你跟他那么好，你还不知道？有啊，阿华一直说他病了啊，靠北。看阿华这人真的很鸡掰，人家明明就瘦了，然后说哦，他一定生病才瘦那么快，干到底是嫉妒还是怎样？你到底是讲认真的还是讲嫉妒？我真的就是有点搞不懂。哇，那个很震惊，你知道我一震惊一下，我以为他在开心，有没有？哦，没有，我好像觉得他有病。靠腰，每个人瘦了你都觉得有病，妈的！就不能博宇想说哦，而且他最近吃饭都吃家里，应该比较好调整吧？对啊。哦，也是啦。然后好像很多东西都会要经过他的手。那搞得我一直都以为博宇是站长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我一开始以为博宇是站长。因为他最大。然后对啊，最老，然后每个人都问他。我都以为刘宇杰啊，或者小夏、啊、都是他的那个手下。对啊。因为他们都会有问博宇的意见啊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哦，那所以应该博宇最大吧？因为只有最大的那个人才要管这些事情，给意见什么的啊。再转应该不用绕太远吧？对吧？就那个学校对那附近吗？三重以前，省立三重高中哦，还是县立三重高中？然后只要我记得他就三重高中啊。没关系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不怕，只要回三重都还好。我上次为了哄一个忧郁症的人，从三重跑到汐止，再从汐止跑到北海岸，然后再把他载回家，我再回家200公里，我差点中风。啊，不过很大的成就是他现在康复得很正常。对，他那时候一直想的整天就是哦，我活着干嘛、啊、什么的负面关系。我算就是现在看起来就是他一个正常人啊，而实际上怎样我不敢保证，因为那个心理疾病突然怎么样我也不敢保证，但是至少现在看到就是他聊天什么的就是比较活泼啊，不会像之前一样想很多无微不微啊，欧北来啊，对吧？
我就觉得嗯，我的付出很有代价，200公里。而且你知道学校那边把我放开？没关系啦，不用走，干嘛那么累？可以去个便利商店。我可以送你到便利商店，然后等你出来，我跟你说，就不用走，好不好？明明就有车子可以坐，你干嘛那么累？等一下你们家彩琴说：“哦，丁丁，你有没有乱丢包？”不会啊，我会跟他讲。我说我把它丢在便利商店。很好啊，对啊，去便利商店买东西。我可以给你钱啊。好了，明天这个。嗯，那个还好啊，至少因为我赚的比你多啊。对啊。嗯、要对啊。对。你要想一下，你们怎么用？你们最多就是每一年的最后拿到那一笔会落掉我们很多，可是我们每个月都赢你们不少啊。假如以3万来讲，1.5倍他们啦，我的话啦，假如是阿志就2倍多。啊，可是你要看阿志要送的跟什么一样，他现在不敢跑呢，他怕脚跑一个就又要去看医生了。我每次上去看到他拿很多，我说不要拿重的，老板。左转，再上桥。对啊，我就下去直走，然后到那个桥下门的红绿灯带走，你去停。对啊，没错，得死哦。街69号嘛，哦，好哟。跟他们家的牙柱都很熟。
台北或者是、哦、对啊，因为这一块离我很远。不会啦，没事。我跟你讲，两百公里都跑过了，你这个算什么啊？小意思。因为我这边走啊，就有三个月。几点了，老板？都几点了？都几点了？没有，那个很塞，会塞烂。你就停在那边，然后进去吃。会累死哦。还是你要夜市，我先把你接过去。那夜市可能是我们两个的三角中间点，你知道吗？可以再走。哦，没有，我刚才原本还想带走。可以走，早说嘛。这就是三重，耶呼！一直直走，没问题。主要是这个啊，啊，没注意到，我们就滑过去了 ，sorry。不是，我有时候一个谎称，我都没看到灯，我就过去了。是吗？不会，这里三重的行。你们拍到后面有个黑黑的，那好像。不，三重不会，三重不会，你放心。来，在这边。啊，就一个 U 嘛，记得。然后看到那个全家就停，直接停在。不要，我要停在69号。不要。我。我觉得对。没关系啊，这里是三重哎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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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等你等，等他想干嘛呢？想干嘛呢？他真的很突然。直接送到门口，小心了，小心了，小心小心。好，好，谢谢。不会，车资100，好、哦、没有了。啊，也是可以的。不用了，开玩笑。这么快到家，比 Uber 快 ，Uber 要2-3倍。好了，拜拜，明天见。明天见，路上小心啊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先回报你们家彩琴。不用回报了。对，我是个很乖的小孩。我先回报你们家彩琴，我送到了。还要回报他，这样大家都知道。好，好了，好 ，goodbye。
可是他家在集美这里啊。对啊，我回去顺便一下，他也不用那么累啊。你看我送他20分钟，他搭车都要30-40以上。
错耶，万岁！天龙啊，打个素材了，打完就得白接了。
蛮恶龙。换风筝，换风筝。所以不是我怕无容给你来花大的，可以飞掉了，开始音。大型作业已完成，你讲的。よろしく、俺が大丈夫で頑張る。